大家好，我是刘佳秋，2023年世界工艺绘画大赛的评委之一。本次比赛的主题是向身边的人伸出援手。自2020年由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主办的世界工艺绘画大赛延续至今。今年，我们将再次与新加坡红十字会合作举办本次比赛。我在中国邀请世界各地的绘画爱好者以及专业艺术家参赛，通过本次比赛表达您对身边人的关怀和援助。画面产生的共鸣比言语和文字更有说服力，更有共情性，更能唤起大家关注身边那些需要支持和帮助的人群，为他们带来温暖、关怀和希望。请参赛者们于2023年9月30日24点前递交您的作品。我期待见到您精彩的作品，让我们共同为社会的公益事业传递我们的一丝温暖。